好，这个是三年级的国语，三年级的国语。所以老师记得这个 latte 和 digablas 这个13的，老师好像是还没有讨论，对吗？我忘记了有没有讨论还是怎样，不用紧，老师会再讲多一次哦，这个。OK， 所以我们来看，就是第一题，它要做 mana bubu imbuhan men pada kata dasar yang bercetak tebal salin semula ayat。所以呢，意思是要我们呢，就是把这个黑色的字加入 men 哪一个适合的 men， 然后我们再把整句完整的把它抄下来。好，我们看第一个 bina b 字头的话，我们适合什么呢？我们适合 men bina。OK， 所以呢，你们就把这整句完整的写在横线上。然后呢，第二题 ，kutip k 的话，我们是用，我们要把它割掉，然后就用 meng， 所以变成是 meng kutip， 就是 meng kutip meng kutip， 我们把那个 k 要弄走哦。好，第三项，项的话，我们 s 我们就要用 m。E-N-Y， 然后 S 要弄走，所以就变成 menyang， M-E-N-Y-I-A-N-G， menyang。 好， rawat R 开头我们就要用 mer， M-E-mer， R-A-R W-A-T wat， merawat。 好，所以呢，你们就要把这整句呢写在横线上的。好，我们来看这个 per，我们已经学过 me， 现在呢，我们来学这个 per 的。好，第一个 p e per， per 是用在哪里呀？是用在 l m n r w y n g 或者是 n y 的。这样子 per 的意思呢，就是那个形容那个人。me 呢是形容动词，对吗 ？per 呢，凡是加 p 的呢，都是形容人物。me。加 m 加 m 的呢，就是形容动作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lanchong， 加，因为它是 l 的关系，我们加 p e per 变 per lanchong。如果老师讲太快的话呢，你们就可以停一停，然后先可以写下意思，然后想一想老师在讲什么，然后你们才继续哦。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好，所以 per lanchong 是旅行，加 per lanchong 就是这些旅客。讲的是人。好，然后下一个 nyanyi， nyanyi 是唱歌，然后加了一个 per 下去就是歌星歌手 pen nyanyi， 因为它是 n， 所以呢我们加 p e per， 这里的我们全部都是加 p e per 了，因为它的第一个字是 l m n r w y n g 或者是 n y， 你们可以看它的第一个字。好， menang， menang 是赢，这样加了 permanang 呢，就是赢家了。好， tani 是这个种菜的，这个是加了 per 就变成这个农夫了。然后 sakit 是病，是痛或者是病，加了 per sakit 呢，就是病人。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的这一个哦，这个是 pem perm， pem perm 呢是用在 b f。PV 的我们都用 perm， 其实跟那个 m 都是大同小异的哦。好，所以呢，如果是有 f 跟 p 的话，注意呢是要被删除了，除了这个 process 就不需要。你发现到吗？ mem 跟 pem 都是一样的， pe 跟 me 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们不需要另外背，只是要看用在是分在动作呢，他正在做的东西，还是用在人物那边。OK， 看来 butcher 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们来看 butcher， 我们加 pem perm perm butcher 就是这个读着这个人。再如果我们放 men butcher 呢 ？men butcher 就是我们正在读书，所以加了不一样的开头呢，就是等于不一样的意思了。加 m 的就是动作，加 p 的就是人物。那我们看这个下一个 bantu， bantu 是帮忙，我们加了 perm bantu 就是。那个帮忙的人。好， baris，
Pembaris 呢？这样这个是不是人呢？不是，是拥有的意思。不是说拥有，就是就那一把尺，指定的那一把尺的意思。好，我们看 Padam 是擦掉，对吗？这样 Pemadam 呢，就是它咯，它就是 Pemadam， 就是脚擦哦。OK， Baris 是指那条线， Pembaris 呢就是指那个尺，因为那个尺，我们有尺才可以画到线，对吗？好，下一个 Pandu 是驾车，这样加了 Pem， 看到吗？它有删掉什么呢？它删掉了那个 P， 它删掉了 P， 变成 Pemandu， 就是那个驾车的那个人，司机。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就是下一个这个 pen，我们都是用在 c d j t z 或者是 s y 的。好，我们来看一些例子。还有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t 如果是 t 的话要被删掉，一些字例外除了这个 menterna。好，我们来看 diam 是安静 ，pendiam 是那个安静的人 ，shara 是那个指示规则。给我们指示的 ，Penjara 是给我们指示的人 ，Dra 是卖 ，Penjara 是卖的那个人，卖家 ，Turnout 看到吗？加了一个 Pen Turnout 就是那个养那个鸭的人 ，Tari，Menari 是跳舞者 ，Tari 是舞，有看到吗？他 T， 所以他被删掉了，然后变成 Menari。好，我们看下一个 Peng， 这个是。P-E-N-G Peng 这个是用在 A-E-I-O-U G-H K G-H 或者是 K-H 的。 OK， 我们来看这个 Adil 是公平 Mengadil 就是这个有一个人，我们在打球比赛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那边哦，谁犯规对吗？就是这个人哦。 OK， 叫 Mengadil。 Uru 是整理 Penguru 是整理人，就这个人负责去整理的。呼噜，还有本呼噜，喂，人名，然后个 deep， 捧个 deep， 就是这一只这一个剪指甲的，我们叫捧个 deep。泼呢是看到吗？它是可以是形容是人或者是那个东西的名字。OK， 嘎吉，然后捧嘎吉就是研究，嘎吉是研究，捧嘎吉是研究者。OK， 好。你看到吗？这个 K 这个 Pengaji 是没有被删掉的，然后这个 K 是有被删掉的。好，然后我们看就是最后的两个 K P N Y， 这是用在 S 的，看到吗？跟 M 也是一样， M E N Y 也是用在 S 的。是纱布是扫，加了一个本呀布就是扫把。Selam, menyelam, 潜水。Sokong, penyokong, sokong 是支持， penyokong 就是支持者。Sayang, penyayang， 看到吗？看到它的那个分别吗？然后这个 benge 也是一样，是用在单字那边。Lap, benge lap， 就是擦窗口这个人。Din, benge din， 看到吗？这些就是 benge din。Pam, menge pam。就是这个 bam 封的这个东西 ，OK chat benge chat， meng chat 就是在游着去 ，benge chat 呢就是这个游去的这个人 ，OK 这个呢就是 pen m m 跟 pen 的这个分别，所以呢我们来看下面的 ，OK 下面的这个练习题，好，这两面呢都是你们的功课哦，来我们来看这个。Isi tempat kosong dengan perkataan yang betul. 我们要读一读了这个文章，然后把这个对的答案填一填。OK， 老师会给你们讲上面的选择题的意思，老师不会给你们讲下面的意思，要你们尝试去做哦。OK， 我们看第一个，这个是 pekerja， kerja 是做工， pekerja 就是员工。第二个这个 pelanggan， pelanggan 是顾客。Pembersih 是清洁的那个人 ，penjaga 这个是，peniaga 不是 jaga，peniaga 是做生意的那个人
OK， 这里老师就没有读了，你们尝试去做，然后我们再来一起看，一起来讨论。好，下一面这个 isi tempat kosong dengan perkataan yang betul， 我们要填入对的那个字。好，第一个 pengwangi， wangi 是香， pengwangi 是那只东西。OK， pemandu 是驾车，是司机。penjajah， pelawak， pemain， pengawas。penjajah 是那个小贩， pelawak 是很好笑的，就是小丑啦。lawak 是小丑，很好笑，就是 lawak 是搞笑， pelawak 就是搞笑的人，就是小丑哦。pemain， main 是玩， pemain 就是玩家。OK， pengawas 呢就是审查员。好，所以呢你们就把这个试下做一做，然后把上面的这些都记起来。其实如果你记了上面的这个么啊，你背了这个么的话呢，你的 p 也是不是问题了的，因为也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么，一个是 p， 后面的那些呢也是一样的。 OK， 所以你们要把这些背起来，然后呢做一做，然后我们明天再讨论。所以面老师会考你们哦，是怎么样用的哦。所以就到这边。